12月10日晚，李易峰晒出一家三口的旧照，并配文惊叹道：“某人在家翻到这张照片，这对夫妻怎么会有这种惊为天人的颜值？我的妈呀，这对 CP 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我也太荣幸了，粉了。”照片中，李易峰妈妈披着一头长长的卷发，身穿白色斑点连衣裙，身材高挑纤细，五官十分精致漂亮。爸爸怀里抱着小小的李易峰，很是帅气。夫妻俩人依靠在一起，男才女貌，养眼般配。